不好意思。对，像这种在妇产科问诊哦的时候，真的有时候不好问，以前都会打破砂锅问到底。例如他今天来产检，问他第几胎，有没有流产过。那现在这个有时候不好问啊，因为他可能跟之前有生过，他不方便讲。因为他旁边就是他自己来不用怕，有时候怕有老公来。第二任或是。对，他老公来旁边还有老公的妈妈，他婆婆。哦，那个真的很难问，不能说的秘密。对，就不要问了，后来我就不问了。对，然后因为你问，有时候问到就很尴尬，尤其是有一些他可能之前的是有，甚至有没有流产过，那影响我们判断有没有感染的问题啊等等的情况。那之前分享一个故事，就是那个先生跟他老婆来产检，那是已经快要生了啦，就大概在34、35周。那我们产检的时候，他老公就讲说，他再娶的老婆。那我们再就这样，一般产检就时间就到，隔了2周，后来就肚子痛来了。那来我就看，那时候他一来是急诊送上来，我们当初看也没有觉得说什么特别，因为病历写得很短，然后只知道说哦有生过小孩。那但是他老公讲说这个秘密只有他知道。那结果他被送来的时候，是他婆婆从家里把他送过来的，所以他老公没有跟过来。那就大概我们都会稍微病历稍微注记一下，这个生产是有点秘密，不要讲。就医生送上来的时候，婆婆就说：“哎，他现在有肚子痛啊，可能要生了，你们要赶快帮他准备一下。”他老婆我看到他，我就哎大概知道是不能讲，我就说：“哦，他这个可能我们赶快要帮他准备一下。”然后他婆婆讲：“他这是第一胎啦，怎样在讲。”其实我们心里想。其实不是，对，但第几胎不知道，真的不晓得。那就说好，那我们就赶快送，因为我觉得他这速度可能会很快，因为他这不是第一胎，然后就赶快送产台，就是准备要生，准备要自然产，他就推到产台，那开始换衣服，一换衣服的时候，你衣服换开，你就看到哇，那是什么？剖腹，一条剖产疤痕。哦，对，然后后来婆婆就不能跟进来了，然后我们就问他说，你这是什么？他说剖腹产。那我说，那你到底生几胎？他说这是第五胎。哇塞！这时候我的手脚就要更快了。所以他前面四个其实有自然产，有剖腹产，对，都有混在一起，他也搞不清楚。对，然后我们就说赶快送手术室啊！对啊，因为他现在就要开刀了。他事实上本来就是要开刀，只是他没有讲，他那时候来只说他有生过，但是什么生产方式他也不知道。反正总之就是立即送剖腹送手术室去。是，然后。问题是来的，她婆婆就想说，为什么要送手术室啊？她不是可以自然产吗？我说，那可能刚刚我们照，她头又转过来了，她会不会？所以辛苦，对，因为我说她老公讲秘密啊，家族的秘密，家族的秘密不能讲，好有医德哦，对，真的。说不定他先生也不知道有五胎这件事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对啊，我觉得肚子应该看得到疤痕吧，应该知道吧？对啊，天天要碰在不，他也不知道他们剖腹生产，对不对？而且小时候被他划一刀，对的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在问诊哦，会碰到这种秘密越来越多，后来就干脆不问了。我有点恐怖啊，对啊，你病死不了。有点恐怖，你们不能做一些，比如说先填到一个问卷吗？就说有生过吗？什么就好了，不用问他。填完再直接。其实都有问了，其实都有，但是我觉得是病人有没有老实讲。我碰到两种人都有，一种人就是让我们在接生室的时候差点来不及，发现他不是第一胎，就这个状况的碰过几次啊。一种人是他坦白就事先跟我们说，不好意思哈，这个我这个是第二胎啊，但是我以前生过那个已经前夫带走了，所以我这个男朋友我始终并不知道，男朋友不知道，都不知道，都完全不知道他生过一个，所以就希望不要讲，我们就会注记，护理师都会交班，他们都很认真的交班，就说不要讲，不要。那我们就不会讲，所以你只要秘密告诉我们，我们都帮你终身守密了。他们不会讲，只是在节目上讲。那你不讲，我们就惨了。我现在要讲我私密处感染。我坦白讲，我不常没有，因为我们以前在跑外勤的时候，我记得那一次我是跑澎湖是不是跳岛？然后呢，根本没地方睡，我们是睡在那个船上面，船板上面。然后呢，到了另外一个岛就开始，就是要去那边看有什么时候道观啊，他们的棺材是要这样立起来的啊，反正就要到每个岛去找他们那些风俗民情。所以那时候我又刚好月事来，你想想看，哇，月事来，感觉我连放卫生棉的地方都没有，连好好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，可想而知，那3、4天回去之后，一定感染，对，绝对感染，鬼看到你感染，对，鬼看到你怕，脸上面，你感染不要了。
上面写的感染。好了，可是问题是我回去，我觉得我没有被感染到，因为我觉得我回去就很好的清洁。感染应该是到三四天，果然是没错，感染了。而且是非常不好的，就是你有豆腐渣哦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感觉你真的很不想面对它，但是你一定得去看医生了。当然，好，我去看医生，一上你们说的 table， 医生说：“哎呦，腰修不是没那么严重。”那医生的脸色就说：“你怎么那么慢才来？哦，都已经感染成这样子了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没有，我以为说跟以前一样。”吃什么就自己吃那个消炎药，还有塞剂塞就好。他说你这个不行，你这已经会造成乒乓球感染。你有没有跟你老公那时候还是我男朋友有没有性行为？我就说他说如果有的话，你要带你老公来吃药，要开药给你老公吃。那接下来你们最好不要有性行为。我心想，香米那时候我要带我男朋友来看，那我不是一个很糟糕的女人吗？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好，那我接下来我不会有性行为，然后呢，我会把我全部的该洗的东西都洗一洗，不要再感染回来。不要再感染，影响。对，还有那时候医生有说护垫不行会不透气，那怎么办？而且你要知道那种东西感觉就是黄黄黏黏很脏，反正呢你只要一沾染裤子就换掉，就换。那时候我就在家里面大概两三天就不要穿内裤，对，或者是穿的内裤就马上换。就那时候那阵子就是把它给医治好了，然后也没告诉我老公这件事情，因为那时候真的你也没给他吃药，没给他吃药，也没让他知道这件事情，你怕他影响对你的观感。对呀，连自己都对自己观感都不好了，豆腐渣都出来了，你觉得那能看吗？女生很过不去这个。对呀，过不去耶。玉涵，请撕板。好，妇科检查还看及时挑错产被医生退货。啊，你要看还要看时辰呐，对，你还要看农民历的，就是我真的不知道。对，我会耶，要好，我会看他姓什么，姓什么，太无聊。那这四位还满意吗？姓什么？那那时候想说啊，年纪也差不多到了，然后该做女生要每一年要做一次那个子宫颈抹片检查什么什么的。那时候我不知道，我很就是新鲜人这样，然后去做检查的时候一上去，然后医生就说：“哎，你生理期要来了。”哎，然后他说：“哦，你今天不能做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是哦。”然后医生说：“我说为什么不能做？”那医生才说：“因为抹片检查是在检查你有没有被细菌感染啊，如果你现在做检查，你验出来得到的结果就是会被感，就是显示感染这样子。所以医生就说，你等你生理期过后再来做一次检查，今天不行。所以呢，我之后每一年要去做检查的时候，我都要先掐指一算，生理期要来了没？哦，还没来好，可以去做一下。就还有多少天要来了，在这之前，对，要先掐指算一下，不然又被退货。对了，这也是应该的啊。这一次不行做，对不对？其实除了抹片以外，绝大部分都是可以的。在月经期，大部分都可以做了。所以这边虽然列出说，你可以去做荷尔蒙检测，在月经期测还蛮准确的，或者是异常出血，很多病人说有血的时候不敢看诊。我说那这样一直流血，人就要让他流到死掉，当然是来看诊啊。为什么你那就是说因为长瘤、长什么内膜、息肉、什么子宫颈糜烂、什么子宫颈癌都不看，因为他一直在流血。我说不能。这样想，只有抹片是不适合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如果抹片抹血清奶，它会抹到一堆红血球，对，会有问题。那另外白带很多，其实也不应该去做抹片，白带很多是应该先治疗白带啊，发炎的问题先治疗好，不然抹下来一定是感染嘛，一定会说是感染，就没有意义。那感染里面有时候潜藏的异常的细胞也就没有看见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其实只有子宫颈抹片是不适合在那个时候做。不过就是说，如果你子宫内膜异位或者是怀疑卵巢癌的时候，我们会抽一个叫 CA125， 那个指数倒是如果在月经期抽的话不准确，每个人都会上升，都会上升，然后你就会把它当作癌症。其实那是制造紧张啦。你有发生这种情形吗？没有。那而且 CA5 这东西哦，其实在我们的那个子宫内膜异位、子宫肌腺症都发生率都高很多，经常的发现，我甚至还见过，不要说500、1000，我还见过2000的。那很多都把它当作癌症，我说没有，你这是肌腺症，很严重肌腺症的结果。那不信你把那个药给你，
药下去就降下来了。那这药不是抗癌药啊，但是你不要一直担心它是癌症，所以不用烦恼。但是在月经期抽的话，很多时候你明明其实只有，比方说只有20，结果月经期一抽40几，你就紧张了，说哦，我是不是卵巢癌？没有啦，就知道紧张而已的，也不见得有子宫内膜异位。所以月经期大概不适合做抹片，也不适合去抽这一项。嗯，大概其他项目大部分都可以的。可是我们会不太鼓励你说没事故意选月经期去做各种妇科检查，不会，何必呢？因为你想，你做阴道超音波的时候，你不太喜欢嘛，因为上是可以做，但是你会觉得说其实很尴尬，对，一直流血，然后我们技术员虽然说女生她也不是很喜欢，对不对？是，还帮你擦半天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麻烦的，很尴尬。所以，但是如果一直不断的出现，你就不要再拖了，不要再拖下去了。好，我们来一支。其实子宫内膜异位症就是有一种就是子宫肌腺症这种型状态，我们都会一直给他吃一个药物来控制他的发炎的状况。那在吃这个药的过程中，我们就会抽这个 CA125 这个卵巢瘤指标来看说我们药物控制的效果到底好不好，然后就大概3到6个月就要来抽一次血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在一直在吃这个药过程中，有一次抽血，这个病人就发现说，哇，他数值突然就飙高了。我想说糟了，是发生异常吗？还是药物治疗突然没效了？然后或者是一些身体有什么改变这样子。然后就跟这个病患聊了一下之后，就发现说他刚好是在月经来的时候去抽这个血，然后才会发现说我们这个 CA125 这个指标上升，让我们误会说是他的那个药物控制是效果变差了，所以我们就是继续让他吃这个药，然后隔了大概几个月之后，我们就在有告诉病人说，千万不要在月经的时候，要避开月经的时候去抽血检查，然后内侧抽血检查就恢复正常，就比方说那其实是之前那一次因为出血的检查造成的一种伪阳性。对，是，对，就是时机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你自己都知道你的经期什么时候来，对不对？你就选好这个空档期去，还是要选时辰啊，还是要选时辰，时机时辰要选一下。女人真的很辛苦，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觉得月经好烦了，然后年纪大又很怕月经不来，现在就很怀念少女般的流量，对啊，多怀念。好了，真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一句话。男生呢多体谅女生啊，然后呢陪伴适时的陪伴女生，对，度过一些尴尬期的或者生理期或者很多的一些不舒服的事情，对对，好了好了，希望大家月经都不要走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并按下小铃铛看我们最新的影片。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，记得选旁边的影片哦。